哎，比你看的床站还粗呢。哎呦，你抱床站这样子。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子看我？难道我穿到真的有问题吗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要想了。知道了知道了，等一下喝茶 ，on 你了 ，on 你 on 你 on 你 on 你，啊，到。等一下有妹哦，哎，大家来。美女，那么晚一个人啊？美女，陪我玩啦！走啦走啦，一起玩啦！冷啊！这个裙子碎哦，啊！陪我们去玩呢。走啦走啦，一起玩啦！这样碎嘞你啊！你们要做什么？不够点吗？过来！你给我乖一点啊！不要逼我，跟你讲。走开！走开！不要！哎，你给我近一点，你给我近！救我！救我！不！没呀！你去哪里哦？你走，现在几点了吗？啊，还去到这么晚去哪里玩了？你跟我讲，啊，裙子还弄到这样脏。我刚刚啊什么？你看裙子还穿到这样短啊？你这穿也是不行的，你跟我讲。不会洗呀、啊，哈，这么要剪掉哦，你以为钱容易赚啊？对啊，我不能剪啊！哇，你不要给我白瞪多多啊，只是衣服脏而已，懒惰洗你就讲哈。我不知道，什么不知道？你就是懒惰洗呀、啊！哎呦！几年前，有人在比利时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展览，名为 What Were You Wearing? 展出的内容是18套曾被受侵害的女性当时所穿的衣服。这些服饰中有我们常见的睡衣、衬衫、牛仔裤，这些日常穿着，甚至还有小小的裙子童装。更为常见是那些日常中最常见的 T 恤和裤子。总有人觉得性暴力事件发生，主因是
女性穿着过于暴露引人犯罪，认为穿得保守点不就没事了。但现实中，当犯罪人有意侵犯时，无论你穿的是什么，结果都一样。